念罗鸡啊，念罗，念罗鸡看次数的，哦，计数，念罗计数器的。欢迎订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道歉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好多劝善书籍，劝善书籍经典传记游记。劝善书籍里面有很多种游记：人间游记、天堂游记，还有地狱游记、极乐世界游记，啊，六道轮回记。正道理称生命之光，好活动，好多种善书，有，逐字念哦，用中文念，国语念。哦，还有写经笔哦，那支笔是写经笔的，写出来的字是金黄色的，写经笔。搜寻虾米那个网络拍卖，你看超精跟那个水晶笔，超精跟水晶笔，关子岭呢，哎，关子岭，碧云寺也有这超精笔，没有这种超水晶点的这种本子，有人拿超好的，要到拿到庙里面盖那个。神明用的印，还有火化好了，说功德回向他的家人，功德回向。哎，哎呀，那个网络可以用手机，屏幕正下方中间圆圈圈按长按几秒，会出现 OK Google， 就说 OK Google，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超精笔。超合金的哦，超金笔，那找到那个虾米拍卖是虾米拍卖网站，不虾米那虾米虾皮哦，皮肤的皮，虾皮拍卖网站。然后有卖那个超金笔，也有卖笔芯的。超经笔，有的认为经典要放高一点，放高过那个腰部，
毅力和操控，光碟片那么多。善心人士啊，赠送很多光碟，这都是宝藏。虚心学习的人有福了啦。真如经藏，智慧如海，好学近乎智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。修所成慧最深，闻所成慧最浅，思所成慧中，则学三慧闻思修。摩诃子论甚是明辨笃行，笃行等到道的悟叫做正悟，知道的那个悟叫做解悟，解了解的解。正悟还是最标准最圆满。据说旧书杂志佛像佛物宣传单的这些活动，据说旧书杂志学校是那个照旧书他都不要，杂志也不要，英语杂志也不要，佛像佛物也都不要，宣传单也不要，佛像不要，佛像怕乱放不恭敬，佛物怕那个有的会还有那个灵在上面，跟大夜天在讲经。他干嘛去讲啊？他干嘛去讲啊？从庙里面的大炉叫金公炉，还是三官炉？金公炉应该是外面那个，天公炉应该是外面那个，那里面的炉是三官炉，三官炉。你看椅子上面都要放金子，椅子上面都要放金子。神桌怎么像船呢？哦，像木鱼啊！哦，你看那诵经用的木鱼啊，木鱼跟磬，左边木鱼，右边是磬。哦，诵经木鱼跟磬，有中跟古啊，木鱼是古生动，磬是东生，晨钟暮鼓，提醒。